如果我手在上高，我要打哨锤，所以我倒力就扼咗上去，不就力要打落去。所以后面嗰时候我要一个抛物线，抛物线发过去，抛物线一抽高扼前，再西腰零腰发过去哨锤，后手哨锤吓。所以只手一定要飞高，然后才可以打落去条颈度，飞高打落对方条颈度，咁啊成个身冲埋上去。